荣耀先生秀，骚话听得够，每周六持续更新，每周五讲问答。问，到底是谁太美？锤在手，跟我走，清完这波兵线，我们就去干点大事。哟呵，这谁家的橘子丢在草丛里了？没人理，那我可就自己吃了呀。哦，原来是对面乔妹的橘子，可惜你来晚了一步，不如我就好人做到底，送你一起回家吧。是我意。有人为你的退场出了个好价钱，让姐找点乐子吧。镜像对决，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敌人都是自己，我们上。哼，打败我之前你哪儿也去不了。双手成立，有别了。巅峰对决，狼来啦！这个狂热又任性的魔女，别赖着人家好吗？真假对决。算无一策，以命数大意的对决。王院长，带你对付这座城。你一刀真的300,000吗？哈哈，开玩笑，我大。一手二技能，这不第一技能。哎，别这，呀，我顶，我顶，是不是在玩后面捞？我到底不是顶。然后呢，螺旋虾底，他勾我，慌不慌？他慌了，慌不慌？搓，哎，漂亮，是不是？我是不是把这个钟馗顶嗷嗷叫了？呀呵，打我，还大我，大我有用吗？这真的一点用都没有，他们有想法。我在，我踩灵性小走位，一技能，哎，错了没？还有想法？有想法，一刀300,000，六不六？阿弥陀佛，贫僧这就到。大吉祥通常，你看对面火箭筒啊。
六八八，每晚七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